且用读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记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。我实在甲因讲，凡啊，甲这个山讲，散去，撇伫海里，心内无犹豫，独独信伊所讲的的确成，就要甲伊成。讲道，咱请王清荣牧师，伊今日所要讲道的题。现时，咱请妇女团体，妇女团体今日所要讲的是，谁会拆开一个婴孩？